新闻继续来看，入冬拄好是抓乌鱼的季节。山西温仔港渔民传回好消息，一届出海伫咧东引附近抓到千外尾只肥美的乌鱼，预计十六号会伫咧山西温仔港返收。渔民甲网仔收上来，抓到一只搁一只肥美的野生洄游乌鱼。入冬前后，当是抓野生乌鱼的旺季。山西渔民出海伫东引附近抓到千外尾的野生乌鱼。好几阵的人拢真欢喜。系啊，啊，如拄到鱼群啦，啊，水清无好咧，啊，我讲有加落一挂目啊，所以鱼尾量有增加一挂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这大鱼真大尾呢，啊，你鱼竿买安怎买啊？哈。伊啊，今年乌鱼子的计是哦，一大斤超千二至千八，看大细比。啊，乌鱼竿的话，一大斤是800，啊，乌鱼标差不多伫个一大斤500块。啊，乌鱼壳啊，超百大斤120至150块咧。哦，啊，即个赚袂少哦。唔会啊，啊，初股啦，目前一批抓2000几尾，会当卖差不多伫个150万左右啊咧。啊，恁哦，袂歹袂歹，恭喜。黄超群船长表示，今年是暖冬，所以也真欢乐出海抓无鱼，所以即个伫东引附近抓到千外尾乌鱼，互因是真欢喜。等来港口了后，该整理鱼货。预计十六号透早会伫温仔港来买，想要抢先食到新鲜乌鱼进步的乡亲，爱记得卡手爱紧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，山西彩虹报道。